18日，据报道，安吉丽娜·朱莉与大儿子马多斯于18日晚到达韩国。据悉，马多斯将于9月份入学韩国延世大学，而根据学校要求，大学新生都要进行一年的住宿生活。此次安吉丽娜·朱莉陪同儿子马多斯一起来到韩国，就是为了入学和住宿进行准备。另外，据悉马多斯为安吉丽娜·朱莉于2002年在柬埔寨领养的孩子，而身为 K-POP 粉丝的马多斯在同时获得美国国内学校入学资格后选择了延世大学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